BBS 民调打内互比，杜州同志加权后是263.180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接着林世明同志打内互比加权后是452.009，对吗？对。那我这边会一样的做在这个后续呢继续来为其他乡镇来服务。我想文中是在政治的一个职工，我会把在下半辈子来去服务乡亲。那也同时呢，在整个也预祝了明年1月13号，我们的总统大选，中国国民党一定要拿下这个执政党，也希望我们在这个立委选举可以过半，让我们这个国民可以过好日子。